嗨，江湖笔记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来到平阳这边洽公哦，来吃一个台湾味的餐厅啊，这个叫什么？熊青哦，台湾味，这个对啊，熊青啊，台湾味的餐厅啊。那我们看下去之前，请记得按订阅、按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那我带各位继续看看。这边有卖台湾的食物跟罐头。这面墙上面呢、啊，有很多的一些诗啊，哦，诗情画意啊，整个都是什么诗集啊？嗯，啊，这叫什么？鸡蛋吗？啊、哦，鸡蛋面。是哦。咸酥鸡。咸酥鸡。咸酥鸡。海鲜面啊。鸡腿饭。饭呢？
好了，我叫的是排骨饭，排骨刚刚已经被切了一半了，排骨饭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叫了什么？咸酥鸡，咸酥鸡，我看一下咸酥鸡。还不错，还可以啊。它好像是裹地瓜粉，但还没有台湾那么道地的。不过在越南这边的吃咸酥鸡算不错。你在平阳这边下工哦，可以来这边吃这个台湾味这个熊青这个餐馆。它这家店不错，它里面都有一些套餐之类的，也分量也不会太多，当然也有合菜。那我们今天是叫那个什么套餐的，我就叫排骨饭。好，那给各位看一下这排骨饭。荷包蛋。要，肯定要吃臭葱油。给各位看啊，我们叫的那个卤菜，都要看清楚，看清楚，看，热乎乎的卤菜。不错哦，能吃到这小菜，还有我还叫了一份哦，臭豆腐，这个臭豆腐有点扁扁的，不过可以啦，在越南人吃到臭豆腐不错。还有难得在这边越南吃饭的吃到这个切的小菜，猪肠。平阳这边比较多台湾的餐厅哦，臭豆腐，那炸贡丸吧，不错，这臭豆腐有点炸臭豆腐的味道，只是扁了点小而已。是什么？嫩豆腐。不错，它这个地方这个排骨炸的那个口味，那个风味真的有点像台湾的那个炸排骨。不过肉扁了点，粉蛮多的。希望疫情赶快结束啊，能回台湾吃一下真正的家乡味。现在对我来讲是家乡味，我的排骨套餐吃光光了。它的嫩豆腐不错吃，臭豆腐就是少了那个汁。卤菜小菜嫩豆腐。是臭豆腐，看我吃东西好像太单调了，拍别人吃东西给你看。别人吃东西，你看，吃的什么面？鸡蛋面。哦，对对对，火腿鸡蛋面。这个是鸡腿饭，这是我们吃的。跟我们协同来的助理们呢，比较不好意思上镜头，还是我吃给大家看啊，伤害一下大家的眼睛。现在就吃了一碗这个
海鲜面，小碗。不错，老板这个萝卜还有切工哦，还蛮用心的。那够味。有他们这个面的这个汤头有点像台湾的汤头，不错。这面条也像台湾的阳春面的面条，蛮像的。它这个海鲜汤头里面有那个胡椒的香味，蛮像台湾的做法。当然这边是台湾味餐厅，当然是这样做。不过在越南这边喝的，他们很少喝汤啊，但我们喝的汤比较喜欢那种清汤啊，这种有胡椒味的，我蛮喜欢这样。各位看看这个猪血糕，不知道是猪血还是鸭血。我的葱油饼加蛋。看得到吗？给我看一下，他加的酱油膏啊。虽然我在台湾吃这个葱油饼嘛，很少加那个酱，通常加辣酱。那我看看他这个酱油膏跟台湾的像不像？油糕有台湾味，台湾的油糕的味道还不错，比我上次去什么大娘那一家的那个什么葱油饼好吃多了。这家葱油饼有放油了，就是比较嫩。这家做的葱油饼不错，真的。虽然油了点啊，可是至少比那什么之前出去吃的，它煎的像饼干一样。不过这家软软的 ，OK 的。虽然这家店是台湾味的那个餐馆，但来这边吃饭的越南人跟什么欧美啊，欧美人士也蛮多的。啊，葱油饼最后一块加蛋，各位再看一下啊。来这家葱油饼加蛋，推。他这边套餐有附赠的冰红茶，还不错喝。它的糖不会放了很多，淡淡的，蛮香的。不过这个咸酥鸡我就比较不推了，虽然也是不错吃，但是它是用地瓜粉，吃起来会比较油腻。那我的豆花来了，给各位看我叫的花生豆花。来这边吃饭蛮方便的，吃完热乎乎的饭啊、面啊、葱油饼啊。之后呢，可以来个什么豆花这个甜点啊？当然走的时候呢，还可以带一杯什么台湾的什么奶茶啦，我是叫一个绿奶啦。豆花好吃。哇，
台湾孤岛味，你看他有卖这个便当的套餐，看到没有？有什么控肉饭啊、排骨饭啊、鸡腿饭、牛肉面、肉羹面、炒饭、面食汤、水饺、鸡排、咸酥鸡、臭豆腐、卤味、汤圆、童年冰品、时尚茶饮、夜市小吃、经济实惠，不错，真的真的，这边来这边吃一次满足。大家如果有来到这个平阳这边工业区哦，找不到地方吃饭，可以来这边吃。这边是什么？美孚总店哦，是在平阳省滨吉市美孚二工业区。好，我给各位看这个地址，看得到吗？豆花这个红糖这个汤跟台湾的口味是一模一样。这个店的老板啊，雄心台湾美食餐厅老板，他还有用这个什么一个台湾的人的群组，在这边都可以做交流，还不错，这个老板蛮用心的。那各位还是想帮打广告，有机会来到这个平阳省啊美孚工业区这边，可以来这边吃一个套心凉。今天来平阳这边的美孚工业区，这来这边吃个套餐，吃的很满足，很满意。那各位有机会来到这边洽公，过来聊聊吃饭的，来这边首选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次视频就介绍到这边，那我们下次视频见喽，拜拜。